Слухоз! ，你雷家刀剁肉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可惜，呵呵，可惜什么呀？能用就是好刀，啊，管得杀人还是宰羊啊！离庆阳还有多远？还有10几里，团长。 救命！
别管，那是黑狼的人。多少钱？赶过来！我就死给你们看！你他妈找死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我们回家吃饭了啊！哦，走，走了，走了。不走！刀法眼熟。不过上一个用这刀的就死在我们手里，应该是你爹。打马也要看主人。黑狼的人怎么会在城里开枪呢？这不破了规矩了吗？先别管他，放鞭炮，出城迎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三天，我保证你们活不过三天。还看，女人多祸水，尤其漂亮女人。把我送出陇东城，我也给你钱。我现在没有，你把我送回家，你要多少，我爹给你多少。不赊账。可把仁兄盼来了，老夫引颈期盼呢。你谁呀？我哎呀，你一定是贾县长吧？哎呀呀呀，幸会，幸会了，久仰仁兄啊！从今天开始，任长官将担负起我们除匪患、保家园的重任。从此，
我们庆阳城就太平了。元兄，是不是大军还没到？到了，弟兄们都到了。哦，仁兄别误会我的意思，人少好，人少好养，对不对？禀云长官，击毙匪首。这是以前的土匪头子杨鬼子，被鄙人取下了他的首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打吧，打吧！民心所向，好。庆阳风大，这下麻烦可就大了。旧仇没完，又添了新仇，平白无故的又多了一劫。他们欺负个弱女子，怎么能见死不救？你救得过来吗？现在咱们雷家扛不起那大旗了啊！以后啊，这救死扶伤的事儿还勉强可以，拔刀相助的事儿就免了。反正我没错，你是没错，你爹当年也没错。可是把命搭进去了，这个世道不是那么个玩法。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哥，他在城门口惹了马匪了，兴许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事儿。那是黑狼的二杆子，人家说了，要在三日内要了他的命。炖羊肉，挑瘦的，出锅放小葱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口味真好，我也不吃肥的，你是不是也不吃香菜？我一个人吃饭，闪一边去。赏金猎人，大漠孤星，一人一马一杆枪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太帅了。不是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我想请你保护我，你不同意。那要不，你收了我？一个女人，死皮赖脸的，合适吗？客官，您让二位的羊肉，您慢用。这把刀啊，跟了我十年，刀上沾的血呢，够洗澡的。想要我性命的人，这整个酒馆都装不下。所以呢，我是天煞孤星，离我越远越好。你杀人吃饭，用一把刀啊？有问题吗？多不卫生啊！仁兄，听我一言，最好还是去一趟，多少给个面子。小弟不才，受马大帅高看了。我来到这庆阳县城，就是为了杀土匪、平治安、维护一方百姓。现如今我刚刚上任，就要和这臭名远扬的土匪头子一块喝花酒，称兄道弟。你给我说说，这个面子怎么给？
吃吧。吃完了，把你手上的戒指抵给我当饭钱。你又怎么了？我刚想起来，我刚才杀人了。潜心书法，不是为了研究字的笔画，而是自我陶醉，保持心灵的一份宁静，随时回到内心深处，细细品味生命的微妙，直至心手双畅、物我两忘的境界。这个字念曲靖吧，虽然俺没上过学，可你不能糊弄俺吧。大哥，把他的耳朵割下来。哎，是不是傻？实不相瞒，庆阳县城里的很多生意，那都是黑狼的，所以他不用抢。仁兄你呢，更不用抢。只要你顺着事走下去，保证没人敢动你。到头来，这荣华富贵、金银珠宝、吃香喝辣，仁兄，这才是现实。说了半天，你才说实话呀！难道我任威明真是那么不开明的人吗？啊！不过贾兄啊，你这字字真心，句句良言，我任某实在是感动啊！兄弟不知，我一个人独自在这里撑着庆阳城，只有两个字。孤独。我懂。我的皮箱丢了，手包也找不到了，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，唯一值钱的东西也被你骗走了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多谢多谢。小爷儿，请慢走。找我？是啊，感谢小爷儿刚才仗义相救，就想请小爷儿啊到舍下住两天。这一条胳膊50两银子，断胳膊断腿100两，一个人头20两，10个人头100两。
你这个账算的可有意思。取了人头一了百了，也没人找我寻仇。但这断胳膊可就不一定了，对我来说反而是麻烦。不不不，我不是来请小云帮我们杀人的。是我先找他的。姑娘，你先等等。不是来找我杀人的，难道您找我喝茶来了？我就想请小云啊，保护我们少东家，要多少钱我们都给。只要金银、票子、洋号，一概不要。我家有成箱的金子，你送我回去，都给你。那你把你手上的镯子给我做定金，等我处理完庆阳的事儿之后，我再送你回家。这你都知道？这是祖传的，你眼睛可真刁。两个人，多一双筷子的事儿。你叫什么呀？给我里边请。发哥，啊，都是请人帮忙来了。这个人身手不凡，只是没什么情义而言。大家都喝汤了，来喝汤。傅大哥，你觉得他们今晚会来吗？会。真的？他们会把你拖到匪窝，轮流和你睡觉。滚！这把刀跟随你父亲20多年，你父亲是什么人呢？一代豪杰，侠义之名远扬啊！多少人提起庆阳雷大侠，没有人不知道，没有人不佩服。未出匪患，他仗义出手，可还是落到了这个地步。陆叔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不明白，只要刀已出鞘，不管到了什么地方，都会惹起纷争。我想好了，让傅玄阳带你离开庆阳，到省城去安身立命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我不能让小兄弟。铁牌，他们这是要我们的命啊！忙头忙脚的，爷，黑狼的人来了，快点捡，快点捡！
让黑狼的人看见这堆钱，就想往街上扬，听见没？快点！你去拖着他们，我随后就。独眼黑狼的金子在哪儿？我真不知道啊！我要知道的话，早就让他给顺跑了。不老实。爷，我真不知道啊！爷爷爷，我错了！哎哎哎哎！啊！去哪儿了？窑子，你收了我们家的钱，就得要为我们家做事儿。我是保护你，不是给你看家护院。窑子的姑娘，怎么样啊？你想知道？嗯，叫的声音特别大，变态。早点啊。祖宗保佑，我们雷家躲过此劫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我们雷家也不是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的。我这岁数大了，害怕了。你们涉世不深，不知人心险恶。自求多福吧。铁掌，你跑一趟，你自己丢的面子自己找回来。小猫，去帮帮他。哎，你说独眼黑狼这眼睛，他到底怎么瞎的呀？没瞎，没瞎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不是成功人士都有点自己的小癖好吗？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，独眼黑狼。哦，那这黑狼又是怎么来的呢？
其实他不像狼，让我看他更像《狼狈为奸》里那个狈。狈，那就是黑狈喽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不，我怎么觉着这个名字好像一条狗啊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大的阵仗！这聚源斋他是大股东，人家是主，咱们是客。哎呦，狼兄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快快请进。这位是任团长，任大人。哎，哪有什么大人小人的，贤弟，贤弟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怎么坐？狼兄是主，当然是狼兄上位了。行。听说你这两天来庆阳，特地准备了一份薄礼。哎呦，太客气了。哦，一首词？一首词？一首词。这是狼兄的墨宝吧？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。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冷兄现在吟诗了韵味，比往常更胜一筹。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哎呀，这词还有下一句。您为何只识上一句？难道心里只有愁？贤弟一语道破。郎兄，不知这愁从何而来啊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别呀，有什么事儿大家可以一起商量，但说无妨。来人，上蛋糕。兄弟为贤弟接风洗尘，特地让人从城里做了蛋糕来，想必
应该符合你们城里人的口味吧？哎呀，郎兄真是煞费苦心，贤弟感激不尽呐。可是仇便也随之而来。这话怎么说呢？吃蛋糕是件好事儿，可分蛋糕就变成了一件难事儿。我一直在想啊，怎么能一刀下去，将这蛋糕分成三块？一刀下去，分三份啊？对，一刀下去分成三份，还得分得公平，分得匀称。好说。这份是二位哥哥的。贤弟，你这种分法是不是欠考虑？哥哥，你误会了，这个他不是我的。怎么说？是大帅的。小弟那份呢，还得从二位哥哥那儿再挤挤。我请你吃蛋糕，你跟我扯淡，你这分明是不给县长大人留饭吃，可不是吗？你这也太不近人情了。二位哥哥，又误会了。现如今，这谁的手上不是一本明账，一本暗账？这谁又知道蛋糕是明账还是暗账呢？这交上去的，我怎么说，上头怎么信？今后我还要在这庆阳安身立命，当然要与二位哥哥同心同德了。至于这蛋糕到底怎么分，全凭二位哥哥做主。长贤弟叫了一箩筐，不如我们就此结拜吧！啊，好啊！从此以后，咱们兄弟联手，在这庆阳城，没有摆不平的事儿。来人，设坛。哥哥，我想求你一桩事儿。哎，既然都是兄弟了，哥哥有话直说。我想要这个墙。其实你也知道，我也不缺墙，我是心里头缺。有这玩意儿，哥我心里就踏实。哎呦，我只带了20多个兄弟，这枪跟弹药都是上头清点过的，人手一把。不是全要。一半就成。可是，贤弟放心，按照惯例，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皆大欢喜。愿闻其详。兄弟到庆阳是为保一方治安，可这
天下不太平，总得要开两枪的时候吧。万一兄弟们又失了力，你是保命呢，还是要枪呢？原来如此。你放心，哥，我不会让你吃亏。这么着，一把枪，一根金条。哎，谈钱俗了，哥哥。明天一早我就把布告贴出去。好，吃蛋糕。上，一个不留。上。天水，不留。天水，叔，我是八哥。一个不留。杀，一个不留。别。走吧。黑狼的匪窝里藏有金子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地方以前叫雷家村。金子在哪儿我知道。只要你能为我报仇，金子我带你去找。20年前，我在街上流浪，师父看我可怜就收留了我，给我吃的，给我喝的，还教我武功。朝廷无能，洋鬼子横行霸道，师父义薄云天加入义和团打洋鬼子，没想到亲狗把我们当棋子，先用后弃。师父他们等人还没弄明白就丢了性命。我想报仇，可等我长大了，清朝却没了。你跟我不同，你还有敌人，你还有报仇的希望。得想个办法把独眼黑狼从匪窝里引出来，这样我们才能进去啊。前面说的那么感人，结果还是想去找金子。新来的军阀贴出告示要剿匪。不多人，一天内。我们给他创造机会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听说这聚元斋是独眼黑狼的。Yeah.
雷家人砸了聚元斋，还杀了小猪他们。这任团长刚说要去剿匪，这雷家就想引我们出去就范。妈的！我就杀了他。你自己去，行吗？哎，人家任团长告示都贴出来了，还是以大事为重吧。杀了那个老头，出出气就完了。成，我是肯定不会去。哎呦，没墨了！老了，蹲下。本想留你一条命，可是人家雷家人看不上你。呸！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喝多了，喝多了，别拦我，别丢人了，走吧，走吧，别丢人。哦，对了，贾县长那边怎么样？定在近日，让铁掌带几个人在门口应付一下。他们十杆枪随便放几枪就跑了，看样子是个软的。哦，不光是买他的枪，还得防着他。这十根金条是买他的嘴。明白。你绑着那姑娘干嘛呀？你不知道，这女人狠着嘞，劫镖的时候，一枪轰掉了阿三的脑袋，那杀了他呀，那不行，多可惜、啊。去哪儿啊？我不该逼他离开，更不能让他因为我而死。等等，要不是因为你救他，他早就被土匪抓走了。所以你不欠他，你现在觉得欠他，是因为她是个女人，而且是个美女。这帮土匪可都是人精啊，无论隔多远，都能闻着你的味儿。你要是去了，就是送死。现在能帮你的只有我。
不过，你得帮我找金子。黑狼的人来了，让黑狼的人看你这堆钱，就像王建龙养。先把他带下去。怎么，就你一只啊？抓活的，给爷留着练字。好了呢，阿凡，阿凡，
能帮你的只有我。金子在哪？原来你还是冲着金子来的。金子在哪儿？傅大哥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埋在哪儿。滚！我们不能自己走，我砍死你们！等等，火山有马。哦，那你自己小心啊！人家可惜，你才可惜。我去一点，我去一点。自打孩子们被黑狼绑架以后，回回来要伏击，又不见放人。这次多亏了义士出手相救，不知如何感谢呀、啊！这个账啊，咱们这么算。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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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我们商量好了。让孩子们都到雷家东部来学斗。展开！闲杂人等都滚蛋！把这三个人给我带走！这帮狗官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官就是匪，匪就是官。狗来了！这封信是你送来的？不是。别闹！我跟黑狼的交情，你是挑唆不了的。我是看你身手不错，愿不愿意出来跟我干？到时候我将以重金。好。你大爷！你大爷！任团长。来了，猫爷，来了。这戏怎么演呢？随便放两枪得了。好，那你先来。好啊，预备，走着。该我了。
预备，瞄准，射击。大爷，射击，射击。这就是马匪的下场。从今天起，遇匪必剿，势必让庆阳重回太平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没想到这小子这么阴险，把我也给摆进去了。黑狼他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是劫，得躲，要不然把这屎盆子扣在自己头上。来人，就地正法。这个人为名实在可恨，奶奶竟然摆我们一道。爷，这人为名可是马大帅的人，咱可惹不起，这事儿你得同场记忆。什么？这叫决心！决心！独眼黑狼要投诚啊！投诚啊！又怎么了？对，这什么情况？这个。大爷。大爷来救你了。这个马匪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。之前被我枪毙的那个，你们又不是没有看见，他们没有一个是铁打，都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。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他们县长都跑了，你打个屁呀！县长在哪？这贾县长啊，不是跑，这是县长带着大洋来奖励大家来了。贾县长，把你的箱子打开，给大家看看。别抢了！县长大人早就跟我说过，只要大家留下来杀一个马匪，奖励十个大洋。我们没有枪，不能顶着脑袋扛。我们有地雷。我们有地雷啊。对，我们还有地雷，在县衙还有枪，在雷家还有刀，最重要的，我们有一双手和一颗保卫家园的决心。和他们拼了，有钱有刀还怕啥？只要我们同仇敌忾，就轮到他们怕了，就再也不敢欺负我们了。不怕死才能不死。不怕死，不怕死，敌人上膛给敌人，上膛给敌人。黑狼的作风我早有耳闻，有仇必报，言出必行，不出差错，两天之后他会带着所有的土匪进到县城。山谷里的土匪
应该是100多人，现在没那么多了。我手底下有25人，你们呢？加上我和沈姑娘8个人，还有一些县城里的年轻人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的进县城。必须把他们分成小股，再歼灭。对了，这些年黑狼与驻军勾结，在他们那儿买了不少的枪。县城里的警察和护卫不是还有枪吗？他们那些只能装装样子，能用的都在黑狼手里了。公道自在人心，黑狼为非作歹多年，这次他一定打不赢我们。说的没错，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城里的地形，想要取得最后胜利的话，必须让他们过3道关。第一道关是什么？是沈姑娘。我。这东西真能做炸药吗？我家就是做这生意的，从小就不爱闻这小土的味道。那你爹是干嘛的？你为什么离开家呀？我爹跟傅玄阳一样是个财迷，想把我嫁给一个当官的做小，所以我就逃出来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爹？我走了，肯定气死。这都什么时代了，每个人都得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。其实你可以走，和我们在一起多危险。要我走，那得我愿意。再说了，这个时候离开你，门多没义气。哎，说到义气，傅玄阳哪儿去了？哎，
大力。爷，别杀我啊，爷！金子呢？爷，我就知道这些啊，居然有金子，黑狼他也不会告诉我啊。Thank you.
子。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啊！告诉你们，在庆阳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敢动我黑狼一根汗毛。现在这些人的命都在我手里，你们俩要还像个老爷们儿，就乖乖出来受死，不然谁也活不了。敢动他一下，我就弄死你！别！你太天真了！把枪放下，放下！第二次打你了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义气。凑什么？也好，这回全到齐了。兄弟们，这儿全是银元和珠宝。你们谁要是想从这儿离开呢，可以从我这儿拿。该干嘛干嘛去。也不怕告诉你们，这外边已经被我们给包围了，金兰堂也让我们给端了。石像呢，拿钱走人。折腾半天，人还不是在我手里啊！啊！对了，贾县长这个王八蛋呢？让他给我出来！今儿这事儿，我得好好跟他掰扯掰扯。闪开！没意义。
秦小姐不会有事吧？不会。 你们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啊！放我一条生路，放我一条生路，我把我所有的家当都给你。你的钱早已经被我拿走了。<笑>笨蛋，我还有字儿，一字千金。看了，全是错别字儿。 黑狼在哪里？反手黑狼在哪里？在后院呢，已经变成碎末了。要是县长大人想要抓他的话，得趴在地上，从地缝里一点一点的抠出来。 这就是黑狼贪赃枉法、非法所得之物吧？来啊，统统给我没收！我会自己拿回来的。哼，林团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位就是逃犯吧？念你杀黑狼有功。 本县长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但你别不识抬举。哼！